是不是有点厌世的感觉？是吗？对，不会。好啦，那我教你们一个，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唱。好，那个灯光可以帮我打一下下面吗？哦，好的，你们现在大家都被我看到了，嘴巴没有张开的话，我也不能对你们怎么样。哦，就是看大家的心情，我来教大家一首一个台湾族的单字，我们吃饭怎么讲？ 加崩嘛，歇赛了哦！如果你是讲加崩的，你就加崩哦！我待会举起手来的时候，跟我一起喊加努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一起来训练一下我们的默契。后面越来越多朋友，前面有位可以坐哦。等一下，我后面那个更厉害、更会唱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往前面坐一点哦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加努，哦，很棒。 就是你那个大姐还不好意思看别人，就是你就是你哈。好，我们再训练一次哦，我们再培养一下我们的默契啦。一二三，加努！一二三，加努！一二三，加努！加努！加努！好，现场的观众赶快发便当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怠慢了，人家来参加这个祭典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加努》， Here we go。 都没有人发现吗？哦，那个吼，差了的部分也是没有关系啦吼。好，今天很开心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三年来到夜祭的场合来唱歌。之前有看过我的朋友的举手一下。
哦，不少啊！第一次看到我的朋友举手一下。哎呦，第一次的不要坐那么远嘛，你过来一点，我才看得清楚你啊。刚刚就有朋友过来跟我合照，说：“哎，你去年是长这样，今年又换了发型。”每次来这里都很高兴，因为你这样就来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聚会，然后跟你们一起唱歌这样子。好。好，音乐的部分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那我，你还记得我刚刚教你们什么吗？教。真的很厉害，这个智商可以。好，记忆力很好。那我们一起来，毕业大家可以吗？好的，来双手来干嘛？后面的那个姐姐啊，这是你啦，不用身外套了。这是你啊，就算戴着口罩，你也是一个开锁了。比较慢熟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关系，你们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你们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要带来一首，也是一首很热情的歌啊！希望大家今天上班一整天以后，都能够在这个节奏里面得到快乐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以如啊》，是我们台湾独有的意思。如果你有听得到音乐，如果你想一起摇摆，我们就一起拍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都听到了，谢谢现场十万朋友的支持们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好耶，后面的来，上口气的，上口气的，干嘛？
妈妈不忘他老老的你能把我爱爱爱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好了，我们就自己自己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其实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呢，很感谢，就是戴老师，就今年在邀请我们。这个舞台是一个很可怕的舞台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来这里的人都会得金曲奖，所以我今天是来还愿的啦哦。我在今年有拿到那个最佳原住民女专辑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，就是《爸爸养女人》这一张。然后去年在这边刚刚发片的时候我就有来，然后很多的朋友在现场买了专辑，然后给我支持，在这边也要谢谢你们，然后也谢谢你们沙利姆，或者有的人说沙利祖保佑我们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些歌得过奖的歌在这里再唱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快乐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感谢。然后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歌，然后也想要买专辑的朋友，后面帐篷有没有带一点点？那如果你在家里有买，然后拿来然后给我签名或拍照，等一下我们就约在后面校友回娘家那个那边，好不好？那有个布条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接下来要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因为今天表演非常多。这首歌呢，是我在很软弱的时候写的，它的歌名呢是英文，叫做坚强。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如意，还有很软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有的时候月底也是蛮软弱的啦，哈。所以有点共鸣了，这样好。但是还好今天不是月底，你懂，我们要先储备一点坚强的能量。这首歌叫 Stronger， 献给在场的每一位，不管你们在哪一个角落，希望大家都很有力量，好吗？好 OK。
爸呀，那儿那一个乌家兰，一幢一幢住着家人，喔喔喔。希望大家今天都开心好吗？哦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阿爸，也谢谢阿爸。我们今年来参加我们的业绩之后呢，明年可以再来，因为他明年又在得金曲奖，好不好？阿爸，好，好啊，好，不要啊。好，谢谢阿爸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业绩晚会的表演的节目越来越精彩。不过呢，对，刚刚好像有看到我们几位贵宾到现场，我来做一个介绍哈。有我们的立法委员，我们叶立伟的秘书哈，我们的。